我是大耀，我是你，我是婷，我是杨。是的，我们是不是第一次我们三个一起逛唐吉诃德？没有啦，之前就有去过，可是我们没有一起拍片介绍唐吉诃德。啊，之前哦，一半夜的时候、拍片没有。我们带你来买糖葫芦啊。哦，拍片的时候，对对对对，上次拍片是在日本。日本唐吉诃德。日本现在下雪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天气播报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唐吉诃德，就是要推荐我们来唐吉诃德必买的东西，是我们三个必买的东西。我觉得介绍那些已经太多人介绍，当时开的时候已经太多人介绍，太多了。对，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来唐吉诃德，我们必买的东西，半夜一定要杀过来买的东西。没错，那我们就立刻进去买。好。我们要买这个，这个是在日本鸡丸水产的那个烤炉，一模一样哦，真的，一模一样。这个是他第一次要买的，对，他一定要买这个的。来，你要推荐什么？这个是之前那很有名那个芳香膏，然后我之前买超多系列，然后他现在是唐吉诃德，是说。首次全台湾全系列每个味道都有发，像它这个是苹果梨、什么桂花、白麝香、茉莉花什么都有。然后我就看到它出了，我不知道它有柔软剂，就是超可爱的柔软精跟这种室内芳香精。我这次要买这个，就是我每次都会来这边都会买一个给稍稍。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很贵或怎样，但是这就是一个仪式感嘛。我们买了东吉的其中一个东西，他也要买东吉的其中一个东西。他很喜欢玩这个，超爱玩。他喜欢玩十碗。对，先不管他会不会吃啊，可是以他玩乐的过程中，他是开心的。他真的，你知道十碗难度有点高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因为我们要教他玩。哇，这对我们来说难度很高，因为你要有神的耐心。对。草莓季，可是这里草莓是不是超贵？超贵，你弟有买，你弟有买。179一瓶哎，这里都是苹果汁，可是它有分严选苹果汁跟新鲜苹果汁跟黄色苹果汁。然后这是牛野丹的老板娘她推荐，她说都很好喝，是甜的，不是酸的，推荐给大家，推荐给大家。然后跟大家说，刚三楼就是饼干或是一些美妆、食用用品、家用用品区，现在二楼还是主战场。二楼就是各种食物、泡面、生鲜、熟食都有。刚老板娘推荐一个那个蟹肉棒，超大一条，这个他说这个超好吃，也是六点当当老板娘。对啊，他怎么都吃这种高级的东西，我都不知道呢。可是漂亮的老板娘，没错，一定要吃漂亮的东西啊。我刚刚跟你们说，他在这个生鲜区，这全部都太鲜太深了。这个阿根廷红虾，我大推荐给你们。还有这样子，两只116，称重的114、118，就大概这个价钱，两只。你会觉得好像有点贵，我跟你讲，它超肥超大，一口下去加其他的虾脑，爆掉。我每次过敏，不会，我每次来不会，我每次来唐吉诃德必买，就是这个一定必买。你爱吃生鲜生虾，一定要买，买买。还有这个炒面面包，这个也是必买的，超好吃。它日本漫画那个炒面面包就是这种，一模一样，超好吃的，跟日本买的都一模一样。这个，对。可是我们现在太饱了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就 pass 它，放过它一马。这个真的一定要买。
然后老板娘她特别来买酒的，她是有推荐这个美酒，它是葡萄口味的美酒，它里面是真的有果肉的，可是现在可能看不太到。然后老板娘说它的酒味其实不重，然后喝起来就是葡萄水那种感觉，它当然是美酒，就有点味道这样子，她说非常好喝，推荐给大家。我们整个有一半都在老板娘推荐，我们也不知不觉买了那么多。哎，我真的是想把我弟打死的。你要搬回高雄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两个，我买一个就好了。我把它寄回去，我是神经病哎。这样记得啦。它其实这不重，只是它很难拿。我们这一次来唐吉诃德最想要的就是那个葡萄塔，我会上照片，因为我之前买了十几个。结果它没了，卖完，很多人都找不到。它在结账区的地方，结账区前面就是这三个小冰箱这里。我们真的是为了它来的哎。所以我们现在不买了，我们放着了，不买了要回家了。扛那么久，我不甘心。我们半夜来就是为这个而来的。好像跟大家说那个一定要买，我们上照片，照片再上一次。必买，这次真的必買不好吃，跟我们讲。你不要不吃甜的，但是说不好吃哦。对，你如果不好吃，我安慰你。好了，我们要结账了。失望，难过，因为我们最喜欢的葡萄糖葫芦真的没有。我们在这样逛了那么多圈，挤来挤去，绕来绕去，哎，我们真的第一次来没有哎。我们现在这样子，我觉得那是唐吉诃德的一个小彩蛋。它对我来说不是彩蛋，它对我来说是唐吉诃德目前去的意义。走到这么严重，好，那我们讲一下我们今天大概买了什么东西，就是烤炉嘛，你那个洗衣机那个香香的那个其实真的还蛮有名，大家都会买的。对，因为它的芳香膏很有名，它现在做了那个液态的就很想用。还有那个啦，我那个。阿根廷红虾啊，对，我跟你们说，它真的很大一条，它是我比我两根手指头还要粗那么大一条哎，它是五条老师，对，就是这样，那个真的我觉得很棒，一只算55块，好啦，算啦，算啦，划算啦，可以啦，对啊，我觉得我们来杭州的大部分都是买糖葫芦，对，基本上都会糖葫芦，吃的或者吃的比较多。没关系的。结果这家老板竟然超强的，他是唐吉诃德达人。对啊，他太了解超多哎！我想说我们带他来逛，没有啊，他超会，他超了解。带我们来逛，是他带我们来逛。哎，但是他不知道糖葫芦这个东西。因为他说他不吃甜，不吃酸。他那个是甜，那个是甜的。他真的没有吃到，他等于没有来逛过唐吉诃德。对啊。好啦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唐吉诃德的我们必买推荐，在上次那个糖葫芦的图。好。推荐给大家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推荐，或是你们觉得很厉害的东西，也可以留言下面跟我们说。大家交流交流交流，我们把我们的珍藏名单给你们，你们给我们这样子，或是他们有一些小小的一些那个秘诀，就是像炸蟹肉棒，不能买透明的壳，要买黑色底的壳。哦，对，这种小秘诀可以在留言下面跟我们说。好的，那记得订阅我们三个频道，第一个频道天地的底，第一个频道天地的脑洞，第二个频道亲爱的弟弟，第三个频道就是天地卡卡主频道，订阅起来，拜拜。拜拜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，还有小铃铛。